你今年虚岁33了吗？是。这一年来，特别是这一个月，你的头发白了不少，知道吗？知道。我的头发已经全白了。你知道什么是白发如新吗？ 回答我。是。的确有些事情没有告诉先生。先生既然这样问我，我就把一切都告诉给你。一切。 从小，我就没有父亲，也没有兄长。后来我有了一位父亲，就是先生您，又有了一个像先生一样有恩于我的兄长。这个人就是。 蒋经国先生，你是蒋经国的人，又是共产党，请你正面回答我。不是，那为什么几次学潮都与你有关？几次抓你又放你？先生知道。 我参加了学联，学联是华北各校师生自发的组织。你坐过来点儿。你什么时候认识蒋经国的？ 高中毕业以后，比我还早。那个时候，抗战刚刚开始，我去投军。他看上了我写的那篇论抗战时期后方之经济，当天就见了我。一番长谈，他叫我不要去打仗，来考燕大。 孟浩先生给您写的那封推荐信，就是他请翁先生写的。后来去了哈佛，也是他帮的忙。您给哈佛写了推荐信，但那个时候从北冥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都非常的困难，都是经过先生安排的。治愈治恩，国事待治。 国事、报纸，经国先生虽然事事都听从他父亲的，但是对于孔家和宋家对国民经济的把持，心里边非常抵触。他认为，如果不从经济上改变这种垄断把持，中华民国就不是真正的民国。要想改变这种现状， 必须得有一批真正的经济学家推动经济改革。真正的经济学家，还一批。在经国先生心里，先生您就是真正的经济学家。于是。 他就让你从美国回来以后，到燕大做我的助手，推动经济改革。先生知道，
那个时候正好是宋子文开放币制兑换、搞乱金融的时候。当时弹劾宋子文，出面的是傅斯年先生那些人，但真正扳倒他的是先生您和另外几个经济学家在美国杂志上发表的那些论文。再问你一个问题，你要如实回答我。今天放木兰去解放区，是不是也是蒋经国的安排？是因为你，还是因为方孟敖？是因为我。木兰都一直误以为我是共产党。不敢爱孝玉，又不敢爱木兰，你把一生都交给蒋经国了。我从来就没把自己交给谁。先生知道，我们这些人出国留学，又回到祖国，不是为了某一个人，也不是为了某一个政党。一笔庚子赔款，把几代中国人都绑在美国的车子上，从清朝到民国，也就越来越依附美国了。我们这些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也就成了这个国家名义上的精英，给我安个经济顾问的头衔。蒋经国又把你派到我的身边，他们看中的不是我，更不是你，他们看中的是我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和他的美国背景。政府需要美国的援助，他们是指望美国人兑现二战时期援助中国的补偿承诺，把在美国早就印好的那20亿金圆券作为币制改革的新货币。你告诉他，美国人即使发表了那20亿，也不可能拿出足够的美元来坚挺20亿，是不是？而且20亿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流通。好，我知道，最后的手段就是动用军事管制，禁止黄金、白银、外币的流通，逼着老百姓把手里可怜的黄金呢、白银呢拿出来兑换金圆券。而一旦市场物资匮乏，金圆券就会失控，百姓手里的黄金、白银就都变成了一张张废纸。我们这些人做的事，是为民请命，还是为虎作伥呢？我最近又在看《春秋》了。知活者，即为春秋乎？醉我者，即为春秋乎？我只能做这个千古罪人了。把我那篇论文打出来。
见到谢叔叔了吗？你爸好些了吗？输了液好些，叫我熬粥。现在可能正在打美元合理配给委员会的报告。你还没有告诉我见到谢叔叔了吗？咱们能不能出去？出去说。这个时候。 12点前我带你回来，我去关火。 都睡了吗？都睡了。都叫起来，把衣服穿好。是。到这里来干什么？到底出什么事了？一路上你也不说。先进去吧，进去再说。 下午被抓的学生都已经被放了，现在到操场上集合。我和何小姐有句话要说。是。小组小友，准。起步，走。小姐，把门关上。 木兰的事情，姑父已经问过上级组织了。怎么说的？是《木兰辞》里的两句诗。是不是“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是。木兰到解放区了。 什么意思？小韵，你答应我，我告诉你之后，无论多大的意外，你都要能承受。我能承受。孔雀东南飞是蒋经国制定的一个秘密行动计划，执行这项计划的两个人。 都与你有关，一个人就是我，代号焦仲卿，另外一个人，代号刘兰芝。谁？你答应我的，我告诉你这个人，你要能承受，这个人。 就是梁经纶。
木兰的事，是不是因为梁经理？你们什么时候知道的？知道了，组织为什么还要装作不知道？你说的这个组织指的是谁？崔叔死了以后，我接触到的人只有你和姑父。 姑父还跟你说了什么？什么都没说，只告诉我木兰去了解放区。我感觉到，因为币制改革，中央和国民党南京已经开始了上层较量。这场较量，不是姑父能够掌握的。 今天木兰的事情肯定跟梁金龙有关系，跟我也有关系。我明明知道的，但只要是牵扯到币制改革，牵扯到孔雀东南飞，就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我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去做，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不知道。 你希望我做什么？告诉我。你会听我的吗？会。离开北平，离开我和梁经纶，姑父那边我去跟他讲。叫我去哪里？去解放区，去香港，哪里都可以。让姑父请组织安排。组织不会安排，我也不会离开。下一个最危险的人就是你。 你还不明白吗？从今天起，他们瞒着我，我也瞒着他们，天上地上的，跟他们决一死战，能叫上你吗？接下来我还要继续跟梁军伦在一起，你能吗？ 你带我出去的不送我进去。还进去做什么？进去帮我收两句话，让我爸同意我跟梁经纶订婚。
孟敖又去问了木兰的事，有些话还想问梁先生。你们去梁先生房间谈。 我爸应该醒了，我还得去热粥。忘了告诉梁先生，孟敖刚才带我出去，向我求婚了。 祝福你们，祝福什么？祝福木兰不见吗？抓进西山监狱，我是最后一个被放出来的。之后木兰就去了解放区。木兰有没有去解放区？明天请曾督察问南京，也许能够知道。 那我们现在能不能就去找曾可达？一定要现在去，我也跟你去。出了这样的事情，你就是告诉先生和校运，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我们在执行孔雀东南飞，我也承认。你是不是铁血救国会的？跟我无关。 你什么时候把身份告诉他们？告不告诉他们，是你自己的事情。执行什么孔雀东南飞计划，我从来就没有正面答应过。我现在只关心木兰的事情。你们还要牵连多少人在里面？你说的这个，你们里边没有我。我是铁血救国会成员。 可从来都是他们来找我，我没有权利去找他们。像今天这样，牵扯到我们身边的人，将你和我都陷在黑暗里，我赞成你不敢。 我也不敢，币制改革也不干了。你要是愿意听，我可以告诉你。 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加入二战。为了拖住日本的主要兵力，我们不但要在国内拼死抗战，还要配合盟军出兵缅甸、印度远征作战。由于我们付出的代价、付出的牺牲，当时美国政府就承诺要给我们战时的补偿。45年抗战胜利，到了美国政府兑现承诺的时候。 而事实上，大量的援助反而是给了日本，这才引起了我国民众反对美国扶助日本的浪潮。通货膨胀，民不聊生，是因为内战，也是因为国民党内部的贪腐。可这都不能成为国统区各城市民众一天天在饿死，而美国给我们接来支持的理由啊！今天你在台上，我在台下。
为什么那么多饥饿的师生宁愿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当时传来了朱自清先生拒领美国救济粮去世的消息，师生们的悲愤，你有，我也有，楼上我的先生也有。我和我先生刚才就在楼上打印给司徒雷登的函件，请他督促美国政府履行承诺，兑现45年应该给我们的补偿。可就算美国给了补偿又能怎么样？天天在贪腐，天天在通货膨胀，受苦的还是广大民众。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帮他们做币制改革的原因。我跟我先生都是学经济的，其实我们也都明白，牵扯到国民党内部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币制改革未必能够真的推行，其结果很可能是饮鸩止渴。可是不推行呢，只能看着民众一天天的饿死。知我，罪我，其为春秋。一定要追问我在干什么，我是谁？我只能这么回答你。我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我只是燕大经济学的教授。你们都要走？告诉先生，我先回书店睡几个小时，明天早上再过来。按中国的习惯，孟欧向孝玉求婚，应该还是告诉先生。
说什么了。1948年8月19日，民国政府在一片争议声中决定，天亮后向全国宣布币制改革，即日冻结国统区所有银行钱庄业务，停止所有货币流通，择日发行1945年美国代印的20亿元货币作为金圆券，取代现行一切货币。金圆券一元币，值美元0.25元，兑换旧法币300万元，并以金圆券币值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外币。除金圆券外，禁止任何贵金属货币交易，违者严惩。还有4页，那这一页的标题是什么？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为什么要挑在鬼节呢？吃点东西吧。我去吧。一早就要发布了，
没什么好瞒的。进来吧。先吃吧。有话跟你说。裴东，一起来，边吃边谈。老张，最后一张。差一个月，你跟我就十年了吧？当年离开上海走得急，金银细软都在孟娥、孟伟他们妈那里。机场大轰炸一样都没有留下，接着是八年抗战，任何东西都没有给你买。也就是这两三年，给你置办了一些金银首饰，一共是多少？也不少了。这个中华民国，连我方不停太太的一点金银首饰都饶不过。你跟他说吧。天亮就要宣布币制改革了。根据人民持有金银和外币的处理办法，任何人所持有的金银和外币必须兑换成金银券，严禁私人持有。行长处在这个位置上，必须带头执行。知道了。清晨，太阳光里，两个小鸟结伴飞翔，他俩不知商量些什么，只是乱叫，上下飞跳。叫声夹着微笑，两个小鸟不住飞跳，细碎叫声还有些微笑，充满了自由，却丝毫不觉。仿佛在说，我们活着，便该跳该叫，该说该笑。